李长作这盏茶来头不小哦。宗门千年未有十杯第一之事了，今日他自当要把最好的茶奉上了，哪有这样一个徒儿？我都有点妒忌了。周新奇颇具天资，性格沉稳踏实，但我着实没料到，他真有收获这份荣耀的一天。岂止是荣耀啊！ 还有十杯敌后的神秘奖赏，那份奖赏必能助他稳登内门天骄。嗯，如此一来，湘云山天骄有了周新奇，清风山天骄有了上官天佑，加上我紫顶山天骄吕天雷，下界南北岸大战，我们定可洗去前耻。这是乌龟。 哎，第一杯榜首怎么不是周师姐的宝瓶啦？哇，这几小乌龟画的真是简约大方，端庄可爱，是谁的标志啊？这居然有人超越了周师姐！周师姐的宝瓶竟然被这么个丑东西压住了，那到底是坨什么？看着像是只王八，明明是小乌龟嘛！低贱玩意儿，也配与周师妹同宝？ 可我倒意外的觉得挺可爱呢。哎，其实我也觉得可爱。周师妹，钱宝人向你贺喜了。千古一人，十杯第一，冠绝天骄为周新奇。不愧是执法堂的钱大师兄，这表白方式太爷们了。 无聊，周师妹，周师妹，师妹呀，师妹开门啊！师妹呀，我的执行任务来晚了，别怄气了好吗？师妹一定是抵御不了我的魅力，才躲进去的。千师兄，你刚才错过了些剧情，我明白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偏偏来晚了。不是，其实一炷香钱，我们在等周师妹。你话咋那么多呢？ 就不能让我和师妹啊，就一会儿啊！2100，2101，2102，2103。师妹呀，不要总躲着我们，都进去这么久了，也该消气儿。 能超过我之前拼出的7000余株，宗门也算出了个人才。但这次我拼出了8000余株，绝对、不可能！这咋整啊？榜首是只王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谁？我顶着，师兄，究竟拼出了多少？师妹呀，你别着急，我会再来的。一定是师妹弄错了。 小乌龟太厉害了，周师姐居然不能刷下她的分数。那是，拼9000多株也挺累人的。啊，小纯哥哥，你这都知道？哦，哎，我瞎猜的嘛。草木十杯，周新奇功亏一篑。他虽然一连7天挑战第一杯。 也都没能超越那只乌龟，这神秘乌龟的身份成了宗门热门的话题。小乌龟肯定是位资历极深的老修士，我觉得呀，可能是个年轻火辣的美人儿。哎，要么就是隐藏了天骄实力的宗门高手。嗯，一定要找个机会，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地方，告诉所有人，那个才思敏捷。 嫉妒非凡的人，就是我白小王八。悬赏小王八，任何提供关于小王八线索的人，或者直接抓到本人的，无论生死，钱某必有重谢。不论生死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又在？来看热闹啊！真是赢得起输不起，小乌龟也是凭实力拿的第一啊！你什么玩意儿？ 谁敢支持那只丑王八？就是这个下场。周师妹本来早就能十杯第一，都是那个王八当坏事儿。
他欺负周师妹，就等于侮辱我钱某人。你们不讲理，支持小乌龟，小乌龟最棒！快点走！谁敢？你傻了吧？不要命了？真是个笨蛋大小姐！小春哥哥，你不会懂的。我虽然出身世家，却没有我云飞哥哥那样的天分和支持者。我也努力过，可连进外面的资格也是跟你买的。我很羡慕小乌龟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光明正大击败周师姐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像小乌龟这样优秀又励志的人，我要全力支持他成就十倍第一，做香云山的新天骄，拿下宗门大奖。啥大奖？哎，小春哥哥你不知道吗？哦，传说拿下十倍第一的弟子能得到宗门至宝。至宝？得到至宝的小乌龟一定会变得更强，我们一起支持他吧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他的头号粉丝。太棒了！哎，至宝虽然好，可钱师兄一直在追查我，太危险了，还是低调点稳妥。是你，小陈哥哥，我特地来感谢你的。感谢我？哎呀，举手之劳嘛。不过那天那个阵势确实挺可怕的，所以哥哥下山前叮嘱一定要我来谢谢你的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小陈哥哥你已经在向小乌龟学习了吗？快喝点水。小春哥哥这么努力，以后肯定会比我哥厉害，成为外门天骄、内门天骄啦，说不定还能顺利筑基。你个小丫头，哎，我师兄以前说过筑基很难，是那种可以拿来吹牛的难吗？当然了，我哥说如果能从凝气顺利迈入筑基，生命啊，是寿元层次会大不同，会影响寿元。快仔细讲讲。哦，我只知道筑基分为三种，地脉和天脉筑基增加寿元最多，但必须去争夺十分稀有的资源。凡脉筑基最容易，需要大量服用丹药，若能成功，少说也能增加百年寿元。百年寿元？你是说筑基可以增加100年的寿元？是的。小陈哥哥，你吃点水，喝点点心。只要能筑基啊，那我的长生之路就迈出了几大步。但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十倍考核，这难不倒我，说不定还能顺带拿下那什么宗门至宝。阴谋，一定是北岸的阴谋。南岸弟子除了周新奇，无人能在这点时间内连贯数倍。眼看香云山要成就千年殊荣，却被什么小乌龟从中破坏，他肯定是被人派来恶意刷分的。灵犀宗南岸三峰，北岸四峰，虽为同门，但功体有别，难道是为了那至宝？欺人太甚呐！查，彻查，必须找出谁是小乌龟。两派之争暗流涌动，无辜生灵惨遭封杀。小乌龟是为了正义的抗争，还是为了理想的追逐？短短数月竟突破了九倍，执法堂层层设防，如形同虚设。给我闭嘴！我还有一计，定能捉住小乌龟。听说执法堂下山公干去了，果真是一个人都没有。难道他们决定放弃了？
我还是稳点吧。假消息没想到这么快就奏效了。排长，今天不会又让那小乌龟跑了吧？怎么可能，整个贝林都被我们围住了，这是真正的瓮中捉鳖。师妹呀，其实你不用辛苦过来的。你们之事我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他是谁。师妹放心，我一定抓住他，捆起来让你瞧个够。好像是个乌龟壳啊。小乌龟跑了，追，快抓住他，抓住他，糟了，小乌龟往山上跑啊，快追。你来，顾修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就是傻逼主意吧，我又不是你们的杀父仇人。那崽子哪里是乌龟啊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他插翅难逃。休想。哼，周师姐自己都没说话，你们还想抓小乌龟泄愤，真是无耻。哎呀，那你是要跟我执法堂为敌了是吧？小妹，是你执法堂与我们湘云山药师为敌，他是吴辈的骄傲。说话，别放屁话的。这下闹大了，大家居然为了我同门相残。一边去。绝不。放肆！你等在此地聚众喧哗，成何体统？还不滚！是，弟子知错，弟子遵命。撤！你赶紧都给我撤了！狗！啊！考个十倍第一，差点送条小命。还好，没摔着宗门至宝。我的丹药，季大哥，麻烦你高抬贵脚，把丹药还给我吧。在下刘丹。我的仙丹，陪我仙丹，陪我。